啊，我
比你十招较大力的吼。哦，七张。来，大家请你往舞台前，现场即将要抽出第一张的液晶电视。好，哦，你甲看馆长无简单，为着公平起变一个摇一个摇的，来，馆长和你讲。2068。这个应该要啊，这个大会要宣布是要在场。这个要喊三次哈、啊。2068哈。好，谁要送现场东西？好，你要送现场东西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，看前面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有趣是哦，要送这个县长哈、哦。啊，这个一个这个小礼品哈，那感谢县长哈对我们屏东县的付出，谢谢县长。要加强的感谢，真歹势，我阿叔我感冒着，首先我惊到，可能大马师傅传染了，不过没有啦，没有感冒，首先哈，不要紧张，那个还是要跟大家啊，各位大师谢谢，好，啊，加强的各位大师谢谢。那么真歹势，我一再烧声，啊，真喉咙很不舒服。屏东佛教会理事长啊，上殿法师，还有我们啊屏东县政府的处长，以及我们屏东县啊诸位理监事，还有诸位法师，诸位参加2019啊幸福99啊慢跑所有的啊来参加的所有的菩萨。大家阿弥陀佛，大家早。阿弥陀佛。这是我们屏东县的县长的爱民政策，他自从上任以来，每年这个时候他就祈福法会，而且今年呢、啊、又很特别，我们是30年一次的灯会，我觉得是很繁忙的，但是我们的县长。还不忘初衷，还是要继续努力啊！尤其是呢，提供这么好的环境，他很有智慧。这次呢，每年都诵经，还要路跑，大家跑健康啊，跑长寿，跑欢乐，跑社会祥和啊！当当我们新立理事长已经说过了，来，麦克风给谢校长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恭喜你们林子组第一名到第十。